心爱冲破一切安排，全员军队放声歌唱，这份梦如火的春天，带来全新我的答案。哇，就是走到那个另外一边的出口，我说真的弟兄姊妹的心真的太大了，会受到一些人的一些帮我们做，就会骂我们，然后我们一直在就笑说感谢主，我们比较谢谢他们，然后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破碎过程，因为是四个建议，对，然后我就只能微笑跟他说，为了请坐，我就在这里。姐妹，我需要你，来主爱你，我们合为一。用翻译软体，然后你现在就可以，就是一切的方法，然后去跟他们。对，够。这最近不是啊，就在服饰上面啊，还要考虑到这样了解他们的一些个性啊、年龄啊各方面情况。最惨的时候，我们都在可以吃那个东西嘛，然后后面的姊妹，我们转过身看到了有东西吃，很羡慕，对，很羡慕。然后我就说我们会所准备的，他们好羡慕哦。然后还是记得这个。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那因为我们在身体里头有这样的学习，我觉得都是在成全我们。哦，就是你觉得。就年长的不要忘记还有青瓷做你们的后盾，那青瓷不要忘记还有年长做你们的后盾。阿妹，我们各自在忙的时候，可能都还要说不要忘记还有社区的弟兄姊妹，还有亲子的弟兄姊妹可以做配搭。阿妹，所以当有时候做到觉得有时候自己疲累的时候，有时候不要忘记，哎，其实还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可以，对，可以帮忙。阿妹，所以我相信，因为整个唯一大区就是各会所都各大区都是要吵着一直要争去争会所为目标，所以可能三年之后的话，也会可能我们身边的人可能又都不太一样，会有很多变异。但是就是谢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都一直滚动式修正，然后这也代表就是一直。大家也都虽然就是很突然，但大家都尽量就是尽可能的摆上，然后一起配搭一起跑，对吧？就觉得很感谢大家，就是我们大家的弹性跟机动性都很高，对，代表我们也是很年轻的，年轻人。第一天虽然十一点开始，但是九点就要先到，然后先练习，然后一直到晚上六点，然后第二天又很早七点到这里，那所以。就觉得其实真的是要愿意把自己摆出来，而且又是就难得的放假日这样，但是就看见就是身体的弟兄姊妹的亲子的弟兄姊妹都很愿意把自己在这两天的时间摆出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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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草莓如果再加一点那个桂花酿。